现在我们来采集药剂，先用专用把手，这个是取劲座，从劲筒里面把劲座取出来，然后这边是取压圈的，采集。聚焦进组，这一片是双凸镜，凸的大的那一面朝向光纤，凸的小的那一面与月牙镜的凹面贴合，月牙镜的凸面朝向喷嘴。你先清理双凸镜。确认表面干净，如果不干净的话，重复擦几遍，直到一点灰尘都没有。边缘的话会有一点点白印，因为那个是镜座，跟压圈压紧之后会有一点点白印的。再次确认干净，给它放到一边。然后再来清理双凸镜，然后再来清理月牙镜。
借着光源来建成，确认两个面都是干净，没有灰尘，没有黑点。再次检查，有灰尘进行清理，没有灰尘可以执行下一步。铺的少的那一面与叶茎的凹面贴合，然后叶茎的凹面朝下，压紧，再次对着光源来检查，确认镜面没有灰尘或者是白点之类的，确认正常之后把两边密封。